各位法师慈悲，各位学员，各位莲友，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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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请放掌。我们新店念头会有一位莲友叫做佛定，佛定啊，佛定啊，佛定有来啊，好，佛定。他的故事当然由他现身说法，那是最贴切的啦。那我先呢，来带他介绍一下，他又把他的故事，他的故事是有好几件啊，其中这个故事呢是比较有启发性的。我在好几个地方都有帮佛定居士宣传。佛定居士这一篇文章是在104年，4年前所写的，就是发生在4年前。他说，4年前他是33岁，住在新北市的新店区。那么在2008年，也就10年前，他开始学佛以来呢，只是跟一般人一样的诵诵普门品啊，念念大悲咒啊。啊，那么到了2014年，啊，就4年前，他呢就开始转为诵《地藏经》啊。这个普门品呢，《地藏经》是一般法门的学佛者常常都是这样诵念的。那么到了2015年，也就3年前。1月到5月底以前，他改诵《阿弥陀经》啊，可以说佛定居士一路学佛以来呢，是逐渐逐渐的在升华的。但呢，虽然诵《阿弥陀经》，可是不曾称念“南无阿弥陀佛”这6字弘扬啊，只是跟人家呢放生啦，或做命中的烟供、佛供啦，或者是跟人家拜拜这个药师忏啦，或参加这个30系列的超见法会啦，啊，如果有空他就会去参加，那没有空呢就没有。同时也把这一些功德回向给他有缘的累劫以来的冤亲债主啊。那么一直到3年前的5月底，也就是2015年的5月底，因为他的同修，也就是他的丈夫啊，中正那个时候来我们这个念佛会学习净土法门，参与念佛共修，因此呢，他先生就鼓励佛定啊，也一起来学净土，来念佛吧。我们既然是夫妻，总要同信、同愿、同行，同一个目标，对不对啊？对。所以佛定的先生就鼓励佛定啊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啊。那么，对于净土法门的熏习，是他的先生中正比较有熏习，比较了解，所以对念佛心中是有信仰，对念佛是会有法喜的。但是那个时候的佛定呢，他对这个道理不了解，那理不明就信不深，就不会起信，起信也不是深信，因此呢行也就不专不漏。所以他说那个时候他虽然跟他的先生啊到念佛会
去共修念佛，但总觉得念佛很无聊，很没有趣，无趣，很乏味，因此呢，很难好好的静下心来念佛。直到2015年的7月25日的下午3点钟，他就下定决心，要好好的坐下来念佛半个钟头。他也自觉惭愧，向来都没有好好念佛。那么那一天呢，他就把心静下来，专一的念佛，不知不觉越念，这个心呢就越极静，感觉到呢有极静的法喜啊。那么一看手表，已经念了25分钟啊，不知不觉25分钟一眨眼就过去了，还剩下5分钟，他就呢又闭着眼睛专心念佛。那么就在最后5分钟当中，他前面突然出现一些影像，其中呢出现一个男众，这个男众呢看得非常的清楚。什么看得清楚呢？这个男众穿着黑色的凉鞋，灰色的连码短裤，白色的棉衫，上面还有彩色条纹，质料看起来很舒服。同时黑色的头发也分成两边很整齐，而且白皙的皮肤看起来是很有弹性。一看这个人是很年轻，很斯文，很具有这个帅气啊。那么他看了这个人的全貌之后啊，念佛已经5分钟结束了，他就起身啊。起身之后呢，他就觉得刚刚所看的怎么那么的清晰，那么这个人从来没有遇到啊，虽然没有遇过，可是觉得是很面熟的啊，到底这个人是谁呀？似曾相识的感觉啊！他就想了一阵子，才猛然想起啊，原来他不是别人，他是我的爸爸啊！原来呢，我定的爸爸在佛定3岁的时候去世了，所以到2015年呢，是整整已经经过了30年的。那么因为他父亲去世的早，所以对父亲没有什么印象，印象模糊，只能从留下来的照片啊去看啊。那么他父亲去世了30年，现在呢再来跟他见面啊，表示父亲离开世间对3岁的女儿是非常的牵挂怀念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佛定一念起佛，就能够跟他的父亲感应道交。而以前虽然也诵普门品，也诵地藏经，也诵阿弥陀经，但是没有依照阿弥陀经依教奉行去念佛，所以都跟他父亲一直没有感应道交，直到现在才感应道交啊。所以这就显示，我们只要念佛，我们有缘的这个祖先都会受到这句佛号的利益，而被超度往生极乐世界的啊。那么接下来呢，经过7天，也就是7月31日的下午，也是那个时候啊，他呢依然的在家念佛，静坐半个小时念佛。在念念当中，他的父亲呢又出现了，而这一次出现的跟前一次出现的呢是完全不同。这一次出现的是盘腿坐在一朵大莲花之上，而且面容看起来呢很端正，很庄严，很慈祥，而且神貌呢是非常的
自在，看起来呢没有任何的痛苦，没有任何的烦恼那个样子，同时旁边呢又有这个光明围绕着，啊，这个光明呢是啧啧生辉，啊，光明呢绚烂玄妙，啊，那么他一看呢也很欢喜，当下就合掌跟他的爸爸说一声南无阿弥陀佛，啊，那心理上呢也无比的欣慰，啊，历经31年，父亲终于解脱，终于坐着莲花往生极乐世界，而且相貌几乎呢就跟阿弥陀佛一样，啊，这是佛定，是不是这样，哦，那么佛定他回想之前的诵经啊、拜忏啊、放生啊，这些杂修杂行虽然有很大的功德，但还不能超度他的父亲，直到专修念佛之后，反而在不知不求的情况之下度了父亲，使父亲蒙佛接引而彻底呢脱离六道轮回，往生极乐成佛，啊，这个故事呢显示我们这一个法门可以对我们这一个法门作为示证，我们这一个法门呢是说念佛我们能够往生，念佛我们的祖先如果在三恶道之中，阿弥陀佛就会放光去把他救到极乐世界，啊，这是理上的，但事实上必须要有证明，那刚好类似这样的事迹是一种证明，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样的事迹呢，莫忘就写下来，证据越多越证明这一个法门呢是实实在在的，啊，那么论佛定，他那个时候念佛只是为了专心念佛，念佛并没有想到他的父亲，也没有想到回向他的父亲，可是自然就跟他的父亲感应道交，超越时间超越空间，经过了31年还能够来跟佛定见面，而且显现的是年轻的，是斯文的，是帅气的，同时呢又是坐在这个莲花上，啊，经典上说我们到极乐世界都32相80种好的，啊，这就显示我们只要念佛，不管你知道不知道，有心无心回向，它自然就有一种功能，能够消我们的业障，增我们的智慧，圆满我们的愿望，同时超度我们的祖先，庇荫我们的儿女，自然就有这一种功能。那如果不是念南无阿弥陀佛的话呢，就未必有这一种功能。因此呢，如果就做佛事要超度祖先、超度亡灵的话，没有比念佛更简单、更殊胜的了。所以印光大师就说了：“说做佛事唯念佛功德最大，要做佛事、做超见的佛事，唯念佛，只有念佛功德是最大的。”那跟其他比较的话呢，其他的诵经拜忏法会都不如念佛。那念佛很容易啊，念我们一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念，那如果要拜忏的话必须要到道场，而且要动用很多的人，啊，那印光大师又说了，说做佛事以念佛为第一，念佛是第一的，那其他呢都只不过是场面好看而已，哦，场面排场，啊，排场很大很热闹，哦，人很多，就是这样，但它的功能呢都不如我们一个人在极静的地方极静的念佛